我们在电脑前面的，然后放号墙，放号墙，放下那一道东西。放号墙。拍照请放先下那一道东西。陆续的移动，您可以在我们迷宫墙面上找到梵谷、达利、达文西、蒙娜丽莎、创世纪等数位画作，等大家用眼睛和手机记录与观赏。我们每一个场次全长25分钟，每整点半点完全重新开始。若您进来的时间比较晚，觉得还看得不够尽兴，都欢迎您再次的重新排队，或再次的到我们的官网上进行预约。我们到2月19号，每天晚上7点到晚上10点，每半小时一场，一共够10场。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预约共襄盛举。为您的安全，在观赏及拍照的同时，请勿倚靠在 LED 的墙面上。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。